一寸照片的尺寸是多少？在我们办证填表的时候，一般都需要提供照片，所需材料上面会要求照片的规格。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寸照片，那么一寸照片的尺寸到底是多少呢？一寸照片是指一寸大小的照片，一般作为证件照。为确保照片质量和人像的尺寸、角度、姿态、色彩等统一，公安部规定了照片的一定标准。一寸的照片，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/3，图像清晰，层次丰富，神态自然，无明显畸变，背景颜色有红底、蓝底、白底等。照片所说的几寸，是指照片长的一边的英寸长度。一寸照片换算成厘米，就是宽度为 2.5 厘米，长度为 3.5 厘米的照片，即 2.5 厘米乘以 3.5 厘米。